我是讲，我有预约几件婚纱，伊也想要找你去试。我介意，咱来开始拍婚纱跟视频啊。太帅嘞！我男朋友临时有代志，啊，然后我连刚才去请。无问题，结婚是一世人的代志。像这种人，你想要嫁，就要看好详细。无反背这种代志，有一摆就有第二摆，因为迄就是一个无顾着别人心情就自私的人。今晚8点至10点，连播2集，台视加油美玲。